这一家的阵容我已经分析过了，只有吉吉国王是唯一的输出型选手，什么甜菜呀、洋葱啊、倭瓜呀，都是辅助型的选手。倭瓜也是辅助型选手？严格意义上来说，他啥也不是。What？ 老大，那这里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们俩都是同归于尽型选手。那你？但是倭瓜他又回去了，我白给了。这就是你命不好了，但是没有关系嘛。小鬼僵尸我们多的是哦。我突然发现这上下两路的倭瓜也要解决呀。老大，你是故意的不？俗话说得好，倭瓜再多也不用怕，只要炮灰准备到位就都不是问题。这句话我怎么没有听说过？哎呦我的妈！现在轮到我们的输出选手上场了，这就很 nice。 最后是九骨头家。你当然 nice 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要忘记给老大点赞哦。